今天带大家看一场盛大完美的户外棚房婚礼，搭建全过程将人字梁与立柱连接，再将立柱与地脚连接固定。主体框架组装完成后，由人工或者特种设备立起框架，然后安装顶部、山间部并固定好地脚。搭建结束后，开始布置场地。整个搭建面积有2000平方，可容纳80多桌。整个婚礼现场布置简约而不失大气，并且还配置了舞台高清 LED 大屏，舞台旁还贴心地配置了设备间，在舞台灯光的渲染下，让这场户外婚礼显得更与众不同。如果您有户外婚礼的需求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提供全方位优质而专业的服务。